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大智度论哈，根据后官院长的讲义，啊，那在259页，也就是在我们的第十卷哈，第十卷的这个经文，啊，那259页上面的经文有没有哈？然后就逐段的来解说。我们现在讲到第二段，啊，因为，普明菩萨哈，对宝积佛说：“世尊，我今当往见释迦牟尼佛嘛哈，不仅去见释迦牟尼佛，而且去礼拜供养啊，而且还要去怎样见彼诸菩萨摩诃萨，少尊位者有没有？”少尊位者，因为菩萨摩诃萨是第三大欧僧祇劫的大菩萨，那也因为他们是大菩萨，所以能够皆得陀罗尼及诸三昧啊。哦，第二段下面就可以知道说，哎，他们哈，因为什么要去见啊释迦牟尼佛，还有诸菩萨摩诃萨，就因为他们啊少尊位者。而且得了陀罗尼及诸三昧，他们获得的是法义上的总持啊，陀罗尼是一种总持，还有呢，他们因为透过修定而怎样出入无碍，所以在于诸三昧而得什么自在，是第三段啊，哦，第三段，所以呢，在这里哈，哦，那么龙树菩萨也设问说，如果佛一人。那如同佛一人，一切三昧中得自在。哦，如果说是佛在一切三昧中得自在的话，他觉得哈，他们认为说这个还可以说，为什么菩萨也能够在一切三昧中能够得以自在呢？啊，所以龙树菩萨呢，透过设问之后的自答，就说所谓的三昧有两种三昧啊，有二种三昧，一个叫做佛三昧。二者呢，叫做菩萨三昧，啊，那是诸菩萨呢，于菩萨三昧当中得自在，并不是在佛三昧中得自在，啊，要在佛三昧中得自在，是不是一定要成佛啊？啊，那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些菩萨不是在佛三昧中得自在，而是在菩萨三昧中得自在，这样能理解吗？尤其菩萨摩诃萨，因为他可以分身，他可以分身无数亿了哈，哦，所以呢，还是这个图了哈，哦。佛三昧是成佛以上，菩萨的三昧啊，哦，菩萨摩诃萨是菩萨的。三昧，我们常讲诸佛菩萨指的是这个以上哦。而我们如果发心，可不可以称为菩萨？也可以，只不过我们叫做凡夫菩萨嘛。这里叫做什么？圣贤菩萨。而平常讲的诸佛菩萨是菩萨摩诃萨。这里有菩萨的三昧，这里有佛的三昧，是两种不一样的，啊，那能够说啊，得佛三昧、菩萨三昧，是因为他已经超出了父母生身、分段生死身，他可以变化无碍，啊，可以自在无碍。但是到了成佛以后，他是透过三身来度化，又不大一样，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他后面的这个解说啊，也。举了一个例，故事了哈，在第260页，文殊师利菩萨想要见佛，能够集合在一起。哦，佛陀呢，其实佛陀的度化众生，他常常分身到各地去，怎样能够哈，去度化众生啊？但是要到佛集的时候呢，必须是，比方佛要说法了。哦，或是这个有大的因缘，他才可能佛籍哦，哦，所以呢，并不是想要见佛籍就能够见得到
哦，所以在文殊师利菩萨呢，欲见佛籍不能得到啊，哦，还没有不一定有这样的因缘，哦，不得其门而入，那要等到诸佛各还本处，啊，那文殊师利菩萨呢，才能够到达诸佛啊能够集合一处的地方，哦，好，那他到了那里呢，看到有一女人啊，哦，靠近彼佛，坐入三昧啊，哦。就在佛的身边呢，他竟然就这个入了三昧啊，哦，好，那文殊师利菩萨也想要入啊，哦，所以呢这个礼佛足矣呢啊，哦，就请问佛陀啊，哦，说云何此女人得进佛座而我不得啊，哦，会觉得哎，这位女众呢比他还更厉害一点啊，哦，他已经入定去了，而他还没入定啊。那佛陀呢就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汝觉此女人另从三昧起，汝自问之啊，哦，你既然有这疑问，那不然的话你就去把啊，哦，去让这位女众怎样能够觉醒过来，哦，能够醒过来，不能够出定的意思啦，哦，汝觉此女人另从三昧起，就是让她出定之后你直接问她吧，哦，你直接问他，哦，文殊师利菩萨呢就用弹指觉之而不可觉啊，他想说哎，用这样子用声音叮叮一下让他能够出定，结果呢他这个分文未动啊，哦，那这个用细的方式不行，他就干脆大声呼唤好了，结果他也没有，哦，他也没有起坐，哦，也没有出定啊，哦，那用声音之外呢，用声音他也是还是如如不动哈，还是入定的状态，于是他就怎样捉手牵呢，亦不可觉，他就干脆动手了，动手还是拉不起来啊，哦，又以怎样神足啊去动三千大千世界的世界啊，哦，动三千大千世界犹亦不觉，他已经使出他所有的力量啊，哦，好像大地震一样，那么他还是不觉，哦，文殊师利菩萨就觉得很奇怪了，哦，就请问佛陀说，师尊我不能令觉啊，我实在没办法让他出定啊，没办法让他出定，哦，那这个时候呢佛陀就放大光明去照了下方的世界，哦，原来下方世界有一位菩萨叫做契诸盖菩萨，即从下方呢就出来了，来到佛所，哦，也是头面礼佛足，头面礼佛足是最近的敬礼，哦，用我们至尊的头去礼佛陀的双足，啊哦，然后呢 就站在一边，佛陀就告诉契诸盖菩萨说，汝觉此女人啊，你去把她唤起吧，哦，让她出定，结果这位契诸盖菩萨及时一弹指，此女就出定了，然，哦，后就出来了，哎，文殊师利菩萨看了也觉得好奇怪，哦，就请问佛陀，以何因缘我动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啊，哦，却是契诸盖菩萨一弹指是不是就出定了，哦，那查家贼嘞，啊，嗯，佛陀就告诉，哦，文殊师利菩萨说，汝因此女人啊，你要知道呢，因为这位，哦，女众她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啊哦，那她发的是她是出发了出发成佛学佛乃至成佛的大心，哦，那这位女众呢是因为契诸盖菩萨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啊哦，也等于说跟契诸盖菩萨摩诃萨跟契诸盖菩萨也一样出，哦，发的是成佛的大心，虽然也都是出发意的菩萨，哦，出发意的这种菩萨了哈，哦，那因为相应的关系，其实因为相应，哦，那以是故汝不能令觉，那跟文殊师利菩萨不相应就叫不醒叫不起来，哦，汝于诸佛三昧中功德未满啊，
哦，就是说你在这个所谓的诸佛三昧当中的功德还没满，但是这一位，啊，诸盖菩萨，啊，这个诸指的是弃诸盖菩萨，他在三昧中得以自在，啊，那他是在菩萨的三昧中得以自在，却是在佛三昧中呢，他其实多少入了一些，哦，并还没有完全得到佛三昧的自在。不过因为他还是入了佛三昧的自在，所以他能够把这位女众怎样唤起，让他出定了。一方面是相应，哦，一方面是相应，一方面呢，因为他发的都是成佛的大心，成佛的大心，哦，因为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哦，哦，那就是也比较有机会去入佛三昧。虽然都是菩萨，但是，哦，文殊师利菩萨在佛三昧当中的功德未满了，而弃诸盖菩萨，哦，他在在菩萨的三昧当中是已经很自在，却是在佛三昧的当中，他已经也入了，等于少许的这种佛三昧了，但是也还并不见得完全的自在。意思也就是说，佛三昧的自在其实是胜过什么菩萨三昧，但是菩萨三昧以菩萨来讲的话，因为还有杂染的成分，所以他还必须要怎样相应，哦，还要是相应的状态，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于诸三昧而得自在的这一段，哦，其实会有佛三昧跟菩萨三昧的差别了，哦，好，那在第260页第五哈，括号五，那这个部分哈，也是一段的经文哈，因为宝积菩萨宝积佛以千叶的金色莲花哈，托付给普明菩萨去供养释迦牟尼如来啊，啊，并且主意。啊，并且附属他说，当一心净慎，勿生慢心呢，啊。哦，就是，因为普明菩萨要去娑婆世界啊，宝积佛等于好像要宽几点嘛单罗侯起，对不对？啊，等于要准备一点礼物让他带着去了啊。那所带的礼物是什么呢？千叶金色莲花，啊，托普明菩萨去供养啊，释迦牟尼佛啊，并且啊，这个勿生慢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那边的世界的色身是不是很大？哦，啊，长相庄严啊，很像《妙法莲华经》也讲到有妙音菩萨的啊，他们的世界也是哦，哦，啊，他们的那个长相都非常的高大。来看我们娑婆世界是很小的，一旦大的看小的会瞧不起呀，啊。很容易瞧不起，所以呢就吩咐说要一心净慎，勿生慢心，啊哦，所以佛陀就告诉普明菩萨，哦，在经文里面有没有欲往随意啊，哦，你既然想要去，那就随你的意去吧，但是宜知事实啊，哦，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哦，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了，哦，这个要配合时节因缘，哦，因为在这种时代，在那个时候，说实在，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什么报身跟他们的报身是不可比拟的，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宝积佛就以千叶金色莲花与普明菩萨而告之曰，哦，交给他之后告诉他说，善男子，如以此华善释迦牟尼佛上，哦，把这些花呢要散在释迦牟尼佛的头顶上面，哦，那生彼娑婆世界诸菩萨呢难胜难及，汝当一心游彼世界，哦，就是这个因为生长在娑婆世界的诸菩萨呢其实是难胜难及的，是非常难得可贵，哦，因为在五浊恶世里面要行菩萨道是非常不容易的，哦，那你一定要一心，哦，这种一心也等于是要净慎了，哦，有彼世界，
哦，物生慢心的意思哦。好，所以在论的本文啊，他就会一段一段的来解释啊。那么欲往随意啊，疑之事实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龙树菩萨哈就自答说，一方面哈，佛于弟子呢爱断故呢，于弟子中心不着故啊，啊，因为佛对于弟子呢。哦，早就已经怎样，那种那个爱早就断了，所以对佛弟子不会有任何的执着，不会有任何的执着。哦，那菩萨呢？哦，这里就讲到说，复次，哦，是菩萨因为还未得一切智，未得佛眼故，哦，所以心中少多有疑啊。哦，因为菩萨都还没有圆满嘛。哦，佛陀圆满是因为这个爱断。哦，心不着，但是菩萨还没到这个程度，所以心中就多少多有疑啊，所以就会认为说啊，释迦牟尼佛功德很大，哦，所益获胜，哦，那么可能想说，总是来这边参学嘛，哦，一定他是有具有很大的功德，所以啊，哦，那个等于说，宝积佛还是认为说你是可以去的啦。哦，欲往随意啊，哦，因为总是能够透过学习而获得啊，哦，这个在道心道业上面的这个增长跟进步，哦，好，那复次哈，哦，第三个呢，因为菩萨遥见释迦佛身很小啊，哦，所以眼比佛不如，故菩萨宝积菩萨宝积佛呢，就令菩萨莫观佛身，但听佛说法。哦，因为我们的色身是不是很小啊？跟他们比起来就非常小哈，哦，连目犍连都像什么人头虫一样，在那个波的边缘呢，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哦，以我们人的大小，那个波有多大，对不对？哦，所以他们的那个哦，他们的那个业报身是非常非常大的，又庄严哈，哦，所以他会看到我们这边。就算是释迦牟尼佛，他的身还是很小，所以呢，心生小慢呢，啊。菩萨才会心生小慢。如果佛陀会不会啊？不会了，哦，所以呢，菩萨会觉得，嗯，比佛不如啊，哦，那个释迦牟尼佛不如他们的什么宝积佛了啦，哦，所以呢，是故啊，宝积佛呢就千交代万叮咛啊，就很怕菩萨心生慢啊。那所以呢，汝往莫观佛身啊，哦，你去到那里不要去啊，哦，在意那个佛身是这么的小，也勿念世界，世界那个一个是正报，一个是依报，是不是都远不如啊，哦，这个多宝世界的宝积佛啊，啊，哦，当然啊，哦，那所以不能着在什么现象上啊，哦，之所以去学习。那么能够前往娑婆世界去学习，是不是主要还是要听佛说法？啊，听佛说法，尤其啊，我们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如何行菩萨道乃至成佛啊，必有他殊胜之处。就如同啊，某些人可能生长在非常贫困的家庭，但是他是不是突破万难，然后事业有成，或者学业有成，或者修行有成，啊？那往往也是在一种困境当中的努力，是不是也非常可贵的？哦，好，所以第261页啊，第四个部分啊，菩萨呢听闻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啊，与什么宝积佛不异啊，是不是也等同的？所以呢，增益大信，心转坚固啊，因为我们那个普明菩萨习惯哈，啊，就在。多宝世界里面一直在听闻宝积佛说法，哦，那出门在外，哎，到了娑婆世界听释迦牟尼佛说法，哎，竟然差不多差不多，会不会增长信心呢，啊？会觉得嗯，我们所说的也是无误，因为所有的有佛的世界所，哦，成佛者如何教菩萨，其实无非就是六度万恨嘛，哦，离不了这个的。对不对？哦，就算说啊，你要走解脱道，还是什么戒定慧三学嘛，哦，
然后你心量大哦，那行菩萨道，那就会增加啊、哦、所谓的布施的这个部分，而形成所谓的六度万恒。其实都如何成佛是离不开这样子的修行啊、哦，都大同小异的了啊、哦、好，所以复次是世界啊、哦、的东方的多宝世界离娑婆世界是极远的，所以会觉得它好像就在什么，在最东边的地方，啊、哦，其实前面也在讨论到底有边无边嘛，啊、哦，其实说有边也不对，说无边也不对，应该要中道不二，啊、哦，才是真正的哈、哦。所以呢，是诸菩萨呢，听闻到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诸法相来讲的话，与宝积佛所说诸法相正统啊，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就说世界虽远啊、哦、法相不异啊，在法上面的说法 的种种的相来讲的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会增益大信乃至心转坚固，这是不是有一种参学的、哦、这个利益啊、哦、好。所以呢，第五呢，菩萨、哦、因为他有先世的因缘、哦、的缘故，虽远畜生应来听闻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哦、所以还是会跑来听的、哦、还是会前来听讲。那么这里呢还做了一个譬喻、哦、就如同那个用绳子去系了那个麻雀的脚、哦、那个绳子可能 很长很长，虽然让它去远飞，但是射之则还，有没有？因为圆本身它是不是有聚合的力量啊，就算它飞出去它是不是一样可以再把它拉回来啊，因为那份圆。所以我们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有没有、哦、所以圆本身、哦、有执着的成分在的、哦、所以呢，纵然普明菩萨、哦、跟释迦牟尼佛所处的世界是这么的这么样的遥远，却是他还是怎样想要去听法嘛、哦、是因为缘啊，所以就因为缘、哦、这个缘分的相应、哦、好。那第六，娑婆世界当中的菩萨、哦、见到普明菩萨远来听法、哦、也会做这样的念头，说彼从远来啊，哦，你那么遥远那么遥远都已经来到这里来听闻释迦牟尼佛说法，况我生此世界中而不听法，那是会不会惭愧啊？哎，会觉得人家老远老远老远那么远、哦、十万八千里外的都已经跑来了，我们近在屈指，却是怎样不懂得要听法，那是不是就、哦、觉得惭愧了、哦、所以会敬重听法哦、惭愧心生、哦、敬重听法。所以如是种种因缘，是故佛言、哦、欲往随意啊，宜知事实啊、哦、你就去吧、哦、那也是要把握时节因缘，是不是也必有因缘啊、哦、好。那这个是这个解释经文的第一段而已，第一句话而已啊，是不是？所以哈，我们说，哎，《大智度论》哈，龙树菩萨的解释是不是都非常的详尽啊？那第二段，宝积佛以千叶金色莲花覆普明菩萨，令以此华善释迦佛上啊。那第一个问题说，诸佛立等啊，佛佛道同嘛，哦、啊，佛佛道同，那。为什么、啊、更不求福，何故以华为信、啊、就说、佛陀为什么要用线、啊、等于要用这个花、啊、来这个来做一种这个凭证、啊啊、下面这个信有没有，为什么以花为信、啊、就说他契应的是花、啊、就是说是用花来相证的意思了哦、好。那回答说，第一个呢是随世间法行故、哦、也就是说在世间法来讲，就算是两个国王相互的往来，
他的那个力量也差不多一样，那在往来当中是不是也是要正理啊？啊，这是礼节上面的嘛。啊，那第二个呢？啊，是善软心故啊。啊，因为用花的话表示他是很善而柔软的心，所以以华为信啊，以花来做啊这个赠送的这个礼物。啊，因为在世间法当中啊，那么始从远来啊，就算是某某人从远远来呢，也必应有信啊。哦、啊，远来的客人是不是难免会带一点他当地的东西啊、礼物来到这边？哦、啊，这是世间的什么礼貌、礼节啦。哦、啊，那佛也是随顺着世法，世故怎样至信。哦，也会赠送什么礼物的，只不过他是用花来当礼物，对不对？哦，那用花来当做礼物呢，其实也有恭敬法的这种特质了哈。复次，诸佛恭敬法故，所以供养于法，以法为师啊。哦，其实就是那个花跟法也是常常会有等同的效果。哦，就像我们说妙法莲华，是不是用花来譬喻妙法嘛？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哦，因为三世诸佛，过去是成佛者，现在是成佛者，乃至未来是成佛者，皆以诸法实相为师。哦，因为我们所说的法的最核心，是不是就是诸法实相啊？哦，就是真理现象的现前啊。哦，所以那个花也代表着这个。哦，啊，那第二个说佛为什么不自供养身中法而供养他法？哦，因为佛是不是本身就充满了佛法的？哦，那为什么这个用其他的方式来供养？哦，那龙树菩萨就自答说，随着世间法来的。哦，因为如同比丘想要供养法宝，啊，不是供养自。不是不自供养身中的宝，反而供养的是于持法、知法、解法者。啊，有时候不方便把自啊，就是好像在显示自己或炫耀自己，说啊，我身中有宝或心中有宝来送，反而是借着别人的啊，借着别的持法者啊、知法者、解法者，佛亦如是，纵然他身中有法。哦，所供养的还是于佛法，他还是用其他的佛法来怎样来做供养啊、哦？那佛陀呢？佛并不求福德，为什么还需要来供养于佛呢？啊、哦，第一个呢，因为怎样敬啊、哦？因为敬功德故啊、哦，对功德的这种尊敬的缘故。啊，因为佛陀就是从无量的阿僧祇劫当中修诸功德，啊，累劫数世的常行诸善，啊，不但求报啊，哎，就说其实是这个是不求报的了，啊，不求报，尽功德故，所以呢来做供养啊，就如同佛陀啊曾经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位。这个盲比丘啊，这个已经眼瞎的比丘呢，心无所见啊，自己瞎了，却是还要用手去缝衣服啊，啊，那因为看不见，所以他的针忍呢会怎样？会脱落啊，针就插不准，就很难去缝衣服。所以佛陀呢就问啊，问其他弟子啊，说谁爱福德啊，为我认真呢？哦、啊，就等于说。好，因为这位盲比丘了哈，盲比丘他自己没办法缝，那只好去问啊，问说谁，如果能够帮我缝，是不是也等于修了福德啊？啊，因为从利他当中获得自利嘛，啊，所以他也等于是要去找人来帮他怎样能够缝衣服啊，那也是有福德的了。哦、啊，好，那接下来第262页哈，事实啊，这个时候正好佛。就到了他的住的地方，哈，就告诉这位盲比丘说：“我是爱福德人啊，为汝啊认真来。”
啊，我愿意来修这样的福德，我来帮你缝衣服啊。所以这个时候比丘啊一听啊，知道是佛陀的声音，赶快就起来着衣礼佛足，啊，就请问佛陀说：“佛陀啊，你的功德已经这么样子的圆满，云何言爱福德啊？”照说已经都功德圆满了，你还要再增加福德吗？哦，那佛陀就回答说：“我虽然福功德已满，但是我深知功德的恩，哦，功德的果报，功德的力，哦，令我于一切众生中得罪第一，都是因为啊，修了功德的缘故。这个就是功德恩，功德的果报，功德的力量。”啊，来让我变成所有一切众生当中的啊至高无上的佛陀，啊，所以这样的功德是故怎样我爱，我还是想要继续的修功德，啊，当然佛陀还是无所求啊，但是呢，只要有修功德的机会，佛陀是不是还是把握啊？啊，所以佛陀就为此比丘赞功德已啊，一方面是赞叹啊。功德的可贵，啊，其次呢，随意说法，又顺便可以为比丘来说法，啊，比丘也因为啊听到佛陀的说法得法眼净，啊，也等于是去验证了什么？这个慧眼而达于法眼，法眼就等于哎，再重新看待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啊，因为我们平常都是这个着在相上面的看世界。到能够深观因缘法的去看世界，哦，那因为在观因缘当中呢，比较没有执着，哦，能够去除执着，所以得法眼净，啊，哦，能法眼能净呢，肉眼就更明了，啊，哦，往往我们因为肉眼无明，啊，哦，所以呢，这个法眼就无法清净了，哦，就很难，哦，所以，我们要。但是我们还是要善用肉眼，因为透过肉眼我们是不是才能够听经闻法，哦，那其实我们的那个重点会是在等于是让我们的法眼呢，啊，哦，透过慧眼，哦，乃至到法眼。那慧眼跟法眼有什么差别啊？它的量不同，哎，慧眼，哦，慧眼等于是去验证了真理现象的那一刹那，哦，那个值一样，但是呢，法眼是菩萨道上的，哦，还有二大欧僧祇劫的圆满而成为佛眼，哦，那因为大乘法、大乘经典会强调的是法眼，哦，法眼啊，当然我们说，哎，超凡入圣的关键是什么？慧眼，啊，慧眼之后转成法眼，他就能够去啊，哦，观看所有一切的这些现象，哦。好，那第二个部分啊，佛的功德虽然满，但是还是教弟子们还是要再继续做功德的啊。佛陀虽然功德已满，其实更无所需啊，啊，他本身是不需要，但是他为了教化弟子，所以呢，对弟子还是啊这么说：我上做功德，汝云何不做啊？像我的功德都圆满了，我还愿意做功德，是在鼓励佛弟子是不是要继续做功德啊？哎，我都功德圆满了，还在继续做功德呢。那么佛弟子不是功德都还不圆满啊？啊，那怎么能够不做呢？啊，就如同啊，季家百岁老翁而舞啊，啊，在这个注脚第三十六有没有哈？就是那种耍杂戏的这技艺人呢，啊，啊，他已经是百岁老翁，啊，但是呢，他还是一样在表演呢，啊，啊，那么就有人就呵斥说啊，这老翁年已百岁，何用是武？怎么还要再啊，还要继续再做这样的表演呢？啊，那这个老翁就说，其实我已经不需要再做这样的表演了，啊，舞蹈。但是呢，我想要教子孙的缘故，所以我要继续做，啊，要继续做。那佛亦如此，啊，也是如是的。功德虽满，为了教弟子做功德的缘故，所以他自己是不是还继续修功德？
哦，继续来修功德，哦，好，那宝积佛何故不自身供养释迦牟尼佛而派遣？哦，也等于是好像派这个普明菩萨去代为供养呢？哦，那这里就问说，若尔者，哦，如果如同上面所说的，佛陀为什么哈，宝积佛为什么不自己？哦，其实宝积佛要从这个多宝世界去摇散这些花到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身上，是不是也可以啊？因为佛力是无量无边的哦，确实呢还遣人来供养哦。那龙树菩萨哈，哦，也自答说，其实是为此间诸菩萨信普明故啊。哦，因为我们的娑婆世界跟普明菩萨有甚深的因缘，有甚深因缘是不是就有机会聚合？所以在那个宝积经是不是有普明菩萨会啊？哎，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啊，哦，普明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也是有很深的因缘啊。哦，所以复次佛陀所遣的使者啊，哦，来说的话呢，水火冰毒百千种害终不能伤啊！只要是遣使者来的话，哦，纵然路途很遥远呢，哦，有种种的这些啊，哦，这种可能意外或什么的，都还是伤不了哦。那再方面呢，道理玄远啊，欲令安稳固啊，哦，也等于可以看到那个宝积佛他所修的功德的圆满，再加上哦，普明菩萨的这份诚意啊，哦，那么其实也都能够仗佛力、菩萨力，能够啊，哦，很安稳的把这样子的一份供养的给功德圆满了，啊，哦，那第五个呢，就说佛何以不以好物生金为信，而以莲花小物为信？这个信等于是一种信物，等于是一种礼物嘛。哦，前面就是说以花为信，对不对？哦，所以会觉得说，哎，其实宝积佛这边是不是也有很多好宝生金啊？哦，就是等于身中宝嘛，哦，身中法。那还有佛菩萨的宝，哦，那这种宝，哦，诸天所不见的，哦，所谓的宝不一定是看得见的，哦，所以就像那个摩尼宝珠，摩尼宝珠也是看不见的，哦，所谓的佛性啊，如同摩尼宝珠一样，那也是一种譬喻啊，哦，所以呢，这是属于佛宝，哦，那也就是说，既然佛跟佛之间，是不是应该就用佛宝 来相赠？为什么还是以这种莲花，哦，来相赠？因为莲花看起来好像那个，哦，并没有那么样子的珍贵啊，哦，为什么它会变成是一种礼物呢？哦，好，那龙树菩萨是不是也就自答，哦，说其实佛不虚物啊，佛陀，哦，以释迦牟尼佛这边虽然哎互赠这个，啊，礼物，说实在佛陀不需要的，哦，那这个纵然是佛宝天宝上亦不虚啊，何况人宝，哦，只是用一般人的这种宝物来，哦，等于说当然花也对人来讲也是觉得是很珍贵了哈，那其实佛陀他本身是不需要的，哦，那以不需要故不遣啊，哦，以佛自等有呢故不遣生金义耳啊，哦，也就是说其实都不大需要的，哦，所以呢就不会去赠送，哦，佛宝啦天宝乃至于人宝，他只要，哦，其实就是用一个花来怎样做代表而已了，哦，所以呢这个诸经，哦，在于佛来讲的话呢则无甚深了，因为就算他有好宝，哦，这个好宝生经，对另外一位佛来讲是不是也不觉得深？我们会觉得深是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嘛，果位不高，所以我们会觉得深啊，所以这里就讲甚深之称是不是出自凡人呢，啊？啊，是我们觉得深。如果佛跟佛之间，他不觉得佛经很深，因为那个是不是都是他们讲出来的？啊，
那凡人所疑于佛呢，是完全无碍的。凡人所难的呢，佛皆易知啊。哦，就算我们所觉得很困难的话，对佛陀来讲，是不是都很简单呐？啊，并不深，不困难呐、啊。哦，所以呢，其实纵然用经典啊、哦，或者啊、哦，用佛宝的经典啊，或者菩萨宝种种呢。啊，乃至用人宝，其实对佛来讲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所以最后，那么就是要用什么花香清妙以为供养啊，啊，就说如人献赠呢，必以义物了啊。其实所要献的，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心意啊。这种心意呢，礼轻怎样，情意重，是不是啊？不见得用非常珍贵隆重的宝，因为再怎么珍贵隆重，对佛菩萨来讲，啊、哦，尤其对佛陀来讲，是不是都不是我们凡人所想的珍贵？啊、哦，不如就用啊、哦、这个这种花香清妙，啊、哦，等于是礼轻情意重的一个方式，所以就用什么？就用莲花，啊、哦，好，所以呢，在第263页哈、哦，就讲到。何故以莲花供养而不用余物来供养呢？啊，那么这里就答曰：啊，供养唯以花，因为在供养方面就一直都习惯用花啊，用香啊，用什么梵盖啊。那花有两种啊，一个是有色，一个是有香。啊，在颜色上啊，就是它是很庄严的，又要有香味啊。那问说余花亦有香有色，为什么唯独以什么莲花来做供养、哦、那当然莲花我们常说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哦、是佛教的教花呢，是不是佛教是不是最喜欢用莲花、啊、因为它的出污泥而不染、哦、而且它是很清香、哦、花香清妙的嗯，好，所以呢这里就答说哈、哦，十方佛皆以花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哦、如同华首经当中也讲到、哦、因为十方佛呢皆以花来供养释迦文佛、哦、所以简单讲就叫释迦文佛了、哦、那因为在娑婆世界呢无水生千叶金色莲花的缘故、哦、复次、哦、莲花有三种，有人的花，有天的花，有什么菩萨花。人花呢、哦、以人花来说的话，大莲花十余叶，如果是天华的话呢是百叶、哦、到了菩萨花呢是千叶、哦、彼世界中呢多有金色光明千叶莲花，娑婆世界唯有、哦、化华千叶无水生者，以是故浅。哦，也就是说，这个花的层次其实很多哈、啊，用它的多寡来代表啊，它的那个层次哈、啊。但是呢，这个以多宝世界哈、啊，它有金色光明的千叶莲花，但是娑婆世界只有什么化华的千叶，没有水生者。哦，等于是我们这边没有他们那种的什么金色莲花，哦，所以呢就用什么莲花的千叶金色，哦，如同啊前面的放舌相光的时候，因为这舌相光啊所说的也等于说是用这个莲花的千叶金色，如同莲花的千叶金色一样，哦。好，那这是第六个、哦、为什么用莲花来供养而不用其他的、哦、那第七呢，宝积佛何以故、哦、何故令普明菩萨用花还要散在佛的什么这个身上、哦、那这里也答曰说，供养法来说的话呢、哦、就首先要先花香翻盖，翻盖呢要放在上面、哦、如果在香方面呢有干的香就要烧、哦、烧的香 它是干的、
哦，也有师的香呢，就是徒弟啊，这个我们比较少用哈，在印度比较有哈，像墨香、香墨啦，还有花呢，是要怎样，要能够散出去的，哦，那为什么这里也问曰说，何以不供养而已，而自散上哈？不是用供养的方式，而是把它怎样散在佛的身上啊？哦，那这里也回答说，如果啊，是透过自己的手来供养，是用身业的供养啊，用软言慰训呢是什么口业上的供养啊，那能够起身口业啊，那么是意业上的供养啊，那么是三业得功德牢固，与佛道作因缘呢啊，也等于说不仅用手啊的这个身业，还有软言问讯合起来，它就变成是意业的供养。那在意业的供养呢，啊，等于说它是身口意业啊全部合在一起啊，那么这样的功德就更加的牢固啊，并且也对于我们要修佛道上面呢，那么种下比较深的因缘呢，啊，好，那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因为有一心敬慎啊，娑婆世界中的诸菩萨呢，难及难胜，哦，那也是要解释这一段。那所以先讲说，哎，为什么叫做一心敬慎？哦，因为所有一切诸贤圣呢，哦，达于圣者以上呢，他必然是一心敬慎的，哦，因为唯有这个欧罗汉啊，声闻缘觉辟支哈，这个欧罗汉是声闻辟支佛啊，乃至成佛者，那过程当中当然也行菩萨道的圣者啊，因为能够达于圣者，他必然是这个戒定慧三学是必然的啊，所以呢，在修定的部分是一心的啊，那又能够敬慎。在慧学上面啊，乃至戒学上啊，是圆满的，哦，那所以呢，他们都能够一心敬慎的，摩若摩明及内身结使种种先世的罪业呢，都是贼呀，啊，哦，如果我们过去所修的啊的这种有先世的罪业，如同什么？如同魔一般，其实我们也有心魔，还有我们内身其实也有很多的烦恼，这些都是贼，这些贼呢都会去侵蚀我们的什么功德啊，哦，所以尽此诸贼呢，哦，那么故那应一心敬慎，就如同啊，哦，譬如入贼当中呢不自慎护的话，就会为贼所得啊，哦，所以以是故言一心敬慎呢，以由什么彼戒啊，哦，就说这里的一心敬慎还包括能够降服我们内心中的什么这些魔啊，心魔啦，还有过去的先世的罪业啊，哦，所以必须要怎样一心敬慎的来进行啊，哦，那所以到凡夫当然不从凡啊，超凡入圣以后啊，必然也是一心敬慎的，所以啊，宝积佛就吩咐啊，这个普明菩萨是不是一定要一心敬慎的来以由彼戒啊，也才不会啊，这个起了这种傲慢的心呢，啊，哈，啊。所以第二个部分呢，一心敬慎是诸功德的出门，也是什么善人相啊。啊，是因为我们的心很多而散乱，如狂如醉啊！啊，我们的心其实经常是散乱的啊。那如何的能收摄呢？就是要怎样一心敬慎，所以它会是诸功德的什么出门啊？因为摄心得禅，便得实智慧，得实智慧才能够得解脱嘛。啊，得解脱是不是才能够尽苦，苦才能够尽？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从修定来的，哦，如同都是从修定而来，
所以这个一心敬慎是诸功德的出门，也是我们修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哦，好，那我们这个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哈，阿弥陀佛。